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拍的景象。这里比较特别的是，太阳出来了，好像水面上开始飘起了雾气。但都在靠近岸边的地方。拉近来看，这是从湖的另外一边所照的景色，还有几只小鸭子在游水。这颗开了啦，那已经开了，那么现在有风，所以水上都有波纹，又有倒影，就哎，水说水上波纹，鸭子在戏水，所以也必现在准备爬观鱼亭。从这里跳就已经很高了。由上面来看三道湾，我说这两米深的山头，因为看到像第一种那个在水下那个，看多勤快，多操持一下健康。哎，累瘫了，哎，真的吗？有人挨揍吗？来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坐好来了，来，请进，过来。你应该没有，我赶快吃。你也吃了。从观鱼亭上面可以看到湖另外一边。镜头啊，一二三，那个好，你们再往这边来一点，站这边，我给你们照侧脸，把这个照侧。好好好。
触的生活一样，就把想象力设定出来，然后走上回过去。是啊，香二代一，马上就好。忙碌过，你也吃了下吧。没有，没有那么紧。小腹肌还在射呀，你不知道这腹肌啊。